到最高的时候有点恐怖。没有最高，要停一下，停个几秒。你还做过？好像他做过一样。可是婢女就是这样。这是辣的。这是卖什么的？等一下，这一间是不是可以进去啊？可是他那个是戏院呢、欸。哦，这样子哦。妈咪，要买票。哦，我总觉得。哎、欸，好重，高空弹跳。我、哦、哥哥，然后跳到那个，哎、欸，电影去玩。他不会掉下来啊。嗯？对啊，下面有个缆垫啊。对啊。不是啊，我是说他不会掉下来啊。嗯，他们要去买票，要看一下。嗯。可是要先上去，要爬那么多层，累。哦，真的很软。我想看一个人跳下去，你可以直接从这里跳下去。